今天来欣赏一下水晶洛神的花苞。这个绿颜色的呢，就是水晶洛神。那再过来这边呢，红洛神就是普通一般我们看到的洛神，这个就比较明显嘛，红色的。那水晶洛神呢，其实它的种子我们有收集，但是水晶洛神到最后呢，还是终究呢，种子呢会有变形变种的问题。那还好，这今年还是有几颗水晶洛神的种苗呢长出来了，所以差不多是4:1吧。OK。这是我们家的洛神花，已经开始盛开结果了，加油咯。树上又挂了几颗丝瓜，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是还要留还是给它疏滑了，反正看到它还有，那女主告诉我这边还有3个丝瓜，那我只好将就一下吧，还是帮他们套套袋吧。毕竟这是最后3个丝瓜，好吧，加油了，丝瓜。OK， 已经把它们套上袋子了。那这个接下来呢，就要看天气的造化了。如果老天爷愿意赏给丝瓜呢，就要下点雨了。否则的话呢，这丝瓜可能也是到最后是一个歪瓜裂果的状态了。今天把这个盆栽的这个所谓扶桑莴苣呢，给它移动了一下，毕竟它已经又长高了，你不移动，放在这个培苗的这边呢，可能有点太委屈它了，所以把它移动了。那这是我们的盆栽的疫苗区呢，跟植物的种植区这个是我们正在研究的，希望它们能够长得好。OK。这是我们的盆栽的跟疫苗的地方咯。